In love。Hello， 我是子雷，我现在身上穿的呢是纯色刷毛毛 T。我们这一次的材质呢全面升级，所以穿起来呢可以特别的蓬松，特别的柔软。手袖跟下摆都是做螺纹设计，都是很耐洗然后不易松的材质。然后里面呢它一样都是内刷毛的设计，所以穿起来特别的舒服。它的 size 有 M 到 2XL，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M 号的尺寸。这件是藏青色，平常啊跟男朋友去踏青啊骑脚踏车都可以穿这件，非常适合约会。它的抽绳是做对色的抽绳，我现在示范的是我们非常热卖的韩国灰的颜色。像它这个设计啊是有点小落肩的设计，然后它是一点 oversize， 女生穿 oversize 再简单搭个短裤球鞋就会很好看哦。